8月26日消息，华为 MateBook 14 2023笔记本 32GB 大内存版本现已全面开售， i5 加加 32G 加加 1T 售价5899元， i7 加加 32G 加加 1T 售价7099元。整理华为 MateBook 14 2023笔记本参数信息如下，该系列笔记本搭载了14英寸 3.22K 屏， 100% sRGB 色域，支持触控。笔记本机身重量约为 1.49 千克，厚度约为 15.9 毫米，处理器为13代酷睿 P 系列，可选 i5-1340P 和 i7-1360P， 内置双风扇加加双热管散热，内存为 LPDDR4X4266 型号，可选 1632GB SSD， 可选 512GB 和 1TB。 接口方面，这款笔记本配备了两个 USB-A 接口，一个 USB-C 接口，一个 HDMI 接口和一个 3.5 毫米音频接口。京东华为华为笔记本电脑 MateBook 14 2023 13代酷睿版 i5-32GET 5899元直达链接。